送给我们的韩国瑜韩市长，哦，希望他真的记得他当时选前，他用这个 一瓶矿泉水、一碗卤肉饭这样一个庶民形象，现在越来越荒腔走板。除了说他就是一个爬树的一个庶民之外，又是拥有豪宅身家上亿的一个庶民，哦，我想这个东西都是希望可以提醒我们韩国瑜市长专心市政建设，苦民所苦。第一批1000张已经用完了，现在是已经第二批的，第二两千张了。所以差不多光以这个礼大概就快了将近2000。我会持续运作到12月25号，他满一年的时候。因为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呼吁我们的市长哈，你在这个淹水区，你去挤那个水起来滚，那是一个很可笑的行为。你就爬到树干上面去看那个树洞，那是一个更白痴的行为。你穿着青蛙装到下水道。那6分钟，那真的是很无厘头。你为了你那个国民党的初选去拍那个照片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学术有专攻，这些话都已经会有一些局数有可以去各司其职了。你应该想一想说，你要怎么去启动你的一个救灾机制，让你的这些局处的这些长官各司其职。